难道我要瘸了？你别担心，医生说了，是因为撞击的一下淤血压迫了神经，所以你当时才昏迷了那么长时间。四肢麻痹这种情况呢，只要加强锻炼，很快就能好的。我现在是个妻管严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。对了，听小虎说，在我昏迷的时候，导演找你聊过几次，他是怎么安排我工作的？ 还有那个最后期限是什么意思？好了，你就别管了，我都搞定了，你只管好好康复就行了。倒是伯母的事，当初咱们把她气得够呛，没想到她现在还那么恨我。到底出什么事情？我家的事你是知道的，我从小爹被抓，娘跑路，是被姥姥养大的，我对她而言只是棵摇钱树，不提也罢。 至于你，大概是因为我没遂了他的愿去娶村里首富的闺女，离婚之后又不肯把你从家谱中移出来，所以现在看我们和好了，就更不顺眼了呗。傻子，大傻子。等一下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钟宁还在恢复中。什么？没法治了？ 那不得永远主管了。钟宁没法治了，难道我这是要瘫痪了？钟宁病危，晚清清火速搭上金融新贵，什么不靠谱的新闻？金融新贵。 沈思年，青青，我想过了，虽然我很看不上沈思年那个人，但你要是真的喜欢，我都支持你。支持我和沈思年？钟宁，胡言乱语什么呢？哦，我知道了。 你肯定是看了那些胡说八道的小道消息了，对不对？起码从这几张照片来看，他还算勉强配得上你。青青，你之前就说会找一个比我更爱你的人，我不能这么自私。毕竟，我现在的身体……哦，原来你这么大方呀！你真舍得让我跟别人在一起？其实是舍不得的。 但我不能让你为了报恩，就永远跟我这个残废绑在一起。你看，我永远都好不了了，我以后都离不开拐杖了，不能耽误你寻找幸福。哦，这样啊，那我真是轻松了不少呢。那我先走了。 拜拜，我的青青，你要幸福。爱上你这么个大傻子，我能幸福得了吗？第一，咱们俩不肯炒作绯闻，那些八卦新闻没得写，可不就得胡编乱造？他们哪知道我和沈思年连朋友都没得做了？第二。 需要一只主管的人不是你，偷听电话听错了当事人，笨。真的吗？假的，大笨蛋。原来是我脑补太多了，好尴尬。<笑>青青，你先别着急走，我就想问问你，刚刚那个吻是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啊。 你不是要把我让给别人了吗？那就是一个道别之吻。我后悔了，我后悔说那些言不由衷、假装大方的话，也后悔两年前放开你的手。万青青，不如我们重新来过。好吧，钟宁，我也不介意再追你一次。不，这一次换我来说爱。 万青青，我爱你。很久以前就爱上了。
一直都没有忘过。门怎么打不开啊？别敲了，屋里没人。楚老师，好的，钟律，后续解约合同有什么问题，我再联系你。再见。你刚才也听到了，追加30年终生制经纪约本来就是不合法也不合理的，所以即使你不同意，这约我也解定了。钟宁，我以为你遭此一难能清醒一点，没想到还这么蠢。你放眼看看，跟公司闹解约打官司的那些艺人，有几个成功脱身还不受损失的？如今可是法治社会，老乔，不是什么资本或大公司就能凭空颠倒黑白的。那你就没想过惹我的后果吗？以我在行业内的人脉资源，你解约的那天就是被雪藏的那天。不瞒你说，我本来也有台前转幕后的想法，做导演是我对未来的职业规划和理想。老乔，我现在还能心平气和地把你请来，谈清楚其中的利弊，就是希望能和你好聚好散，各奔前程。真正该清醒的人是你。那你就试试看，你现在和晚清清和好了，想重新开始了是吧？没门儿！我说过了，你敢解约，我就连晚清清一起处理。我们不怕。姓乔的，今天我跟钟宁就在这把话说清楚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虽然演艺行业充斥着很多名利和诱惑，但坏的不是行业，是你们这样的人心。我们身正不怕影子歪，你有什么下作的本事尽管使出来吧。在找什么？偷拍？别怕，咱们现在不怕被拍。好，等彻底解了约，